今年的六月四号是天安门大屠杀的22周年纪念日。岁月的流逝，中国人是越来越淡忘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血雨腥风，还是越来越多的明白了六四屠杀的真相呢？一位英国华人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他的亲身讲述。刚旅居英国的华人郭靖看到5月29号晚青年钢琴家郎朗在英国卡迪夫圣大卫霍尔剧场演出的消息时，他在最后一刻买了一束白菊花，匆匆赶到了剧院。他想请郎朗演奏一首安魂曲《风中的蜡烛》，同时他想把一束白菊花献给六四的亡灵和共产集权体制下遇难的8000万同胞。虽然89年郭靖还不到20岁，也不明白学生民主运动的意义，但是自从他踏上自由的西方国土，就看到了真实的信息。他完全了解了中共当初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而残杀民众。那个台阶不是有80公分吗？我是跪着上去的。我说让人能不能为中国人弹一曲，我跪求你一曲。他拿了这束花倒是很开心，应该说白菊花不应该拿的，白菊花是祭祀的用的。我说拿共产集权下统治下的那些亡灵弹一曲安魂曲，他脸色马上就转过去了，马上就叫保安去，就把我赶了。当时正是郎朗的演奏会结束后向观众谢幕的第一时间，郭靖的举动让台下的观众非常震惊。但郭靖认为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他感伤地说，22年前的血还在流，那些年轻生命的灵魂还在那边飘荡，没有闭上眼睛。最让他惊奇的是，事后他才发现他在最后一刻花了35镑买到的票是这个座区最后的一个空位，座位对于上台献花也刚好。郭靖连声感叹，能做成这件事真是天意。独奏会结束的时候，我1分钟之内就冲到去了，要是换了别的位置，后面的位置还不行，而且我告诉你，这张位置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也是天意安排。几个月前郭靖听说了郎朗受邀在白宫演出时弹奏了中共洗脑电影的红色主题曲，这次在郎朗演奏会的中场休息时间，他把一封准备好了的劝告信放在郎朗的钢琴旁。郭靖介绍说，这封信的中心就是告诫郎朗不要被中共利用，中共是一个恶势力，黑社会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怪兽，要吃掉所有中国人的良知和正义的灵魂。我要劝告他远离中共，做你自己就是想要成的艺术家。你为什么要跟那个邪恶站在一起呢？你当你弹上这首曲子的时候，在白宫弹上这首曲子的时候，你是当着面揍了奥巴马2个巴掌啊。那个时候你好像是应该是知道的，这首曲子是舞美，而且把美国比作是豺狼，而你不了解，你难道看不出来中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吗？郭靖出国后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在国内时他的儿子出生后差点因医疗事故成了脑瘫，他四处求告都无人理睬，最终家庭破裂，郭靖远走他乡。出国后他看到了9瓶共产党，这对他思想冲击很大，他完全明白了中国人一切痛苦的根源。郭靖呼吁中国老百姓不要害怕中共，不要失去民族的精神，他谴责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权不可能为百姓想去根治腐败。你不能为了维护这个政权而存在，你要为老百姓真的要做一些利益，有些东西要做出来呀，你要惩治腐败呀，你要惩治那些贪官呀。但是我发现那个腐败跟那个贪官那些利益结合在一起，如果一旦惩治腐败的话，共产党就解体了。郭靖最后说，有一天中共倒台了，将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国庆日。新唐人记者肖岩、赵新之、王明宇采访报道。